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今天我就来了中环的 Marie 酒店 staycation 了一晚。适逢现在已经到了圣诞这个礼拜，所以这个属于圣诞的套票来的。我在网上订的就是2900多元，就已经包了早餐、晚餐和一个下午茶和圣诞老人拍照的环节，还有好像有得喝那些外国很兴喝的 mulled wine 的。所以我今天就来体验一个很不同的圣诞。在开始之前，大家记得要订阅我多多的 channel 和按旁边的钟仔，那下条影片你就一定不会错过了。还有就是记得 like 我的 IG 和 Facebook 啊。好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和大家一起来享受圣诞前夕啦。间酒店3点钟 check in， 我哋明明已经2点半嚟咗，但系都见到好多人排紧队啊！你睇下我等到几无奈就知啦。终于都可以入住房间啦！我哋今日系住1510号房，一入嚟就见到一大块镜同埋 mini bar， 基本上其他地方都系一眼睇晒噶啦。有浴缸。我今次就 request 咗要浴缸嘅，不过咧佢俾我间房嘅设计就怪怪地，个厕所同个浴缸系分开两间房噶。呢间房嘅一边窗系好近一啲商业大厦噶，所以咧大家喺间房入面就要小心俾人睇到啦。两边的床头柜都会有插头和 USB 头，那你就可以很方便去到插电了。 Mini bar 上面除了这些咖啡 capsule 和茶包是免费之外，其他东西都是要收费的。另外就有一个隔幔可以给大家放贵重物品。本来我们是被安排在4点半的时候先吃下午茶的，不过因为太肚饿了，所以我们3点半就来了吃。我想说我们吃完之后见到人大排长龙这样排入来吃下午茶，所以早点入来会好一点。佢呢度个 tea set 都几有圣诞气氛嘅，我首先就食咗呢个姜饼人啦，佢就冇乜姜味，同埋个饼干粉粉地，跟住仲有呢个整到似树干咁嘅瑞士卷。本身晚餐系安排喺8点半喺25楼食嘅，不过我见咁多人排队咧，我就决定喺房食啦。食晚饭梗系要有少少打扮去衬翻呢个场合啦。我问过啲职员，其实喺房食嘅话咧，只系会少咗一啲要加钱叫嘅项目嘅啫，基本上普通嘅项目都有齐噶啦。如归家的一刻，再没南瓜汤。吃完晚饭就梗系要 relax 下噶啦，见我换咗一身浴袍，就知道我准备要浸浴啦。话到明系 relax， 所以今次就拣咗 Lush 嘅呢一个薰衣草香味嘅浴球。其实我都几中意佢哋嘅浴球噶，因为有好多款式可以拣啦，同埋啲香味咧都好易接受噶。我自己就中意一开水就掉个浴球落去，咁样就可以有劲多泡泡去浸我嘅泡泡浴啦。跟住我就换其他衫去影下啲 product 相先。Good morning everyone， 早晨啊各位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早起的多多有早餐吃啊！而家朝头早8点几，我哋就上26楼度食我哋嘅早餐啊！而家就食早餐啊！咁
早餐佢就會包咗一個餐，然之後咧就會有一啲自助食物俾你攞嘅。自助形式嘅食物選擇都幾多噶，有甜品同埋一啲麵包類，一啲保温中嘅牛角包同埋塔類，仲有 French toast。一些腸仔、腸粉、煙肉油炸鬼、蝦餃燒賣、牛肉球、一些包類、一些粥類和芝士，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脆片、乳酪、山果和一些曲等等的。咁啱我坐个位置，后面就有棵圣诞树，隔篱仲有啲嘢饮落添。而家每朝早起身都会食一啲湿条纹噶，所以我食完先至会开始食嘢嘅。呢度嘅环境都几靓噶，充满住艺术嘅气息。不过可惜今日嘅天气就麻麻地啦，出面劲大雾，又落住毛毛细雨，都会有啲湿湿地嘅感觉。佢呢个就系烟肉嘅 Egg Benedict 啦，再加一块薯饼嘅，上面就有啲酱定唔知咩嚟嘅。厨师都会留意住食物，不断 review 嘅。食完早餐，趁着未 check out 就喺房度继续煲电视啦。check out 嘅时间系12点，而喺1点到2点嘅时间就可以同圣诞老人影相啦。而家就去咗2楼，咁暂时咧就未开始嘅，所以就要去隔篱嘅等候室嗰度等候一阵。呢度另外仲有打机嘅地方，同埋小朋友玩嘅地方噶，一家人嚟就唔错啦。Hello， 第二，哎呀，好搞笑，好埋嚟，哎，得意啊你哋 ，Hi。咁多多今日嘅 vacation 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支持多多，多谢。